这家看起来很多人，等一下试试看。今天在孟通塔尼这边开展览会，然后晚餐就在这附近吃了，因为今天非常堵车，看看哪一家比较好吃的。今天孟通塔尼的展览会这边有那个车展，然后有二手车，然后今天这附近的停车场也有那个好像是音响吧还是赛车，很多赛车在这边，好像还助会还有音响。过后这边就有一个美食区，很多家好像有酒吧，然后有那个美食。现在我又去找刚才那家比较多人的那一家。这一两年泰国比较多这些 food truck，就是有那个卡车的美食，街头美食，这边也有很多很多家都是这样。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那个火车夜色一样，巴查达那边一样，很多美食，然后现在那些摆摊的还没有来。现在我就在这里，这家很多人的，是好像是在卖那个 hamburger 汉堡，等下去试试看怎么样，这么多人啊，好像在二楼。他的厨房是在路边的，很有那个街头美食风味。一个人吃这么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完，可是一定吃得完的。这个很好。热狗也是猪肉。KFC 汉堡，等一下试一下，实在太饱了，吃不下了，老饱，吃一个人吃太多，刚才那个是四个人一份的。
新石板有那个披萨汉的味道，很像披萨汉。是薯片，辣薯片，不会很油，不会很油，土豆味很重，土豆味很重。我遇到他的老板，等一下我跟他打个招呼先。这位就是这里的老板，你好。这里除了有汉堡，然后还有鲜啤酒，这个也是鲜啤的，味道很好，新鲜的。吃饱了也回家了，这里还有夜市。这个市场叫做 Mali 市场，然后不会有游客来这边吧，因为太远了。这是我自己来的，然后这里还有那个酒吧啊，请按关注，然后以后带你们去看别的地方，谢谢大家。